形容词对仗之间的问题啦，名词对仗之间的问题，包括刚才董志老师讲的平声仄声的一些问题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我就讲，就虽然对仗差不多是那样，但每个人一定有自己喜欢的，然后、或者有时候会对到一些跟时事有关系的，像有时候我们上课会开玩笑，开时事人物的玩笑，比如说对联的话，我说写个，如果说不信我们陈前总统哦，他往生了，我们要写副哀婉嘛，这个例子可以吗？这我都可以写哦。上联的话呢，好，陈水扁，陈水扁。万岁！不，陈水扁千古千古，千古是去世嘛？下联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写台湾。万岁！万岁！字写比较草一点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哦。所以陈水扁千古对台湾万岁，千古对万岁对的还不错。和陈水扁，您陈水扁不能对台湾啊，对不起台湾啊，对，因为陈水扁对不起台湾。对，还不错吧？对不起两个字啊，所以说，哎，这个是对联的一个妙用啊。陈水扁对不起台湾嘛，所以千古对万岁是 OK， 数字对数字，可是上面三个字对不起两个字啊，但对不起来就对不起来。但董哥，这一集我没有办法播啊，真的吗？好吧，好，个人意见，我没有办法在节目中间表。